9月22号，有媒体爆出肖战、王一博在21号参加《陈情令》泰国见面会后的采访视频。在采访环节中，王一博不仅爆出自己在遇见陌生人时会比较慢热，最后还乖巧地询问工作人员拜拜用泰语怎么说。多少都会有相似的地方，对，我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会比较慢热。接下来都是以影视为主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，然后支持我们。嗯，好啊，好，拜拜怎么讲英语？泰语，我说拜拜泰语怎么讲？泰语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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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本浪觉得两个人在等待答案时的小表情真的太可爱了，这一举动也让粉丝们大呼走哪儿都很有礼貌的孩子，无论何时何地都招人喜欢。肖战王一博友谊长存，蒙古捞新闻期待两位以后有更多优秀作品哦。报道。